我们开放 call in， 第一位是南投的吴先生，吴先你好，吴先，你好，吴先生，你好，吴先你好，郑先生，你好，你好哈，我你讲哈，这零团会哈，老实讲啊，拢是遐业者咧操纵尔啦，遐个旅行社吼，伊为着要趁钱啦，所以伊要做生意嘛，伊唔敢会连团队。但是伫阮做生意的人来讲吼，不管今日来一个两个啦，伊来阮都有钱好赚啦。伊若无来，阮都无钱好赚啦。今日唔是讲中国客啦，日本客、大陆客，还是美国客拢同款啦。有来，阮才有钱好赚啦。所以这无啥物悲哀、无悲哀的问题啦。我是认为讲安尼啦，管他伊是领团队还是啥物团队，因为迄是旅行社咧赚啦。至于老农津贴啦，要加一千、加几千，伊当然阮拢无意见啦。但是咧，收分也好，对立也好，卖用这个加偌济钱咧，迄度也是讲这个。公共教人员加偌钱，用这个落去底下咧讲收分对哩吧？这拢是完全是选举的人，政治人物底下咧讲对立，咧讲收分尔啦。伫阮百姓，阮拢无咧讲对立，无咧讲收分啦。我表达的是安尼。好，吴先生多谢。好，来台北张先生，张先生。我先讲迄个老农津贴啦，加一千起来无算啥啦。你个农民有无？迄个改建的什么建村啊，开一条2000-2500亿落去，迄偌济像树林的渔农路遐的迄个改建的建村哦，一栋拢价值5000000台票呢，因本来就有厝啊，啊摕到了，迄厝拢随摕卖呢，啊赚5000000，迄农民赚的比老农嘛加几啊几万倍，对不？啊你讲做？即摆来讲旅游，我本身咧带大陆团，我知影吼。我大陆团已经带100几团去吼。我讲今年3月开始吼，都大家剩一个人一天15块美金啦。哇！三月开始啦，4月、5月尾啊，6、10块，啊，即摆在落顶个月开始剩5块啦。啊，都即个月有零元的零团费。啊，恁张零团费一定是想要接，因为伊接的目的就是讲我先人过来，啊，我想办法。花莲叫伊买代理照、买保照，啊，高雄叫伊买船照，阿里山都叫伊买地，台北都买遐个有诶无诶手表啊啦吼，啊是一挂迄啰迄名画啦安尼，啊用安尼想办法咯，叫因买啊再来，你用下赚9-5成、9-6成，安尼甲赚倒转来，但是你若拄着伊毋买诶时喏，诶客人也很会杀价啊，有时候一杀就杀6成呐、所以你有时候就。你根本都成本而已啊，你卖了老半天也没赚到什么钱，所以就旅行社在赌看看，赌等于是做这个生意的人在赌，说我这一团生意会不会赚钱？对，你跋筊就丢了，我用跋筊的啦。那起码跟泰国同款，拢炒林团费是大事，足多的啦。林团费你叫的，尤其是内蒙古啦、东北啦，迄拢林团费啦。这个月开始用林团费啦。安尼好。嘿啊，因为真侪我真侪同业拢做做，伊就唔做啊。伊讲啊，这接这林团费，人家我抱怨讲啊，食歹住歹，但你也袂使讲啊，你林团费啊，因为你袂使讲嘛。你有干哪哑巴吃黄连嘛？是是，一本旅行社叫你袂使讲嘛，系啊，拢话袂使讲，系啊，只好叫骂，啊无会安怎，对无？因为你以前甲人家收一工可能收40-50块美金，但是和台湾旅行社无半块啊，零元呐。啊，当旅行社都想办法啦，变魔术叫伊去买物件，甲怪伊去买啊。啊，有人用安尼哀兵政策去人求啊，那安尼，啊，我是无要安尼啦。你买唔买，啊，无爱买就煞。啊，但是头旅行社头家就是。得了钱就丢了。好，张先生多谢你哈。我觉得张先生讲的是，应该是很贴近事实了哈。来，高雄杨先生，杨先生好，杨先生。洪姨你好哈。六。嘿，是。现在的情形就是讲吼，这个中国客来第一飞机坐因大陆的飞机。第二呢，咱台湾的旅行社去买中资的旅行社。再来呢，中资的饭店。所以咧，过来去买物件，中资开的购物店。哦，好。伊对大陆人客少到
人客买物件全部的钱拢是中国人客，嗯，含咱台湾人一点仔关系都无，嗯，所以伊会使领团去接团，嗯嗯嗯，哦，伊伫收，因伫大陆来台湾八天，伫大陆收偌侪钱，4000块人民币，吼吼，嗯。这4000块你也可以去大陆的旅行社网站一看，换在大陆招人客网路顶观看，4000块代表包头八日游，嗯嗯嗯，4000块代表头啊，18000块代表4000块人民币，18000块代表，是来台湾算八天，嗯，你想够可能，是啊，个唔免啊个坐飞机靠条机票，嗯。啊，伊会使做甲林传瑞，所以讲对台湾的旅行社去予中资、港资买去的情形，嗯，啊，所以伊会使林传瑞接，因为咱去搞的团队拢伫伊手内嘛。就表示其实咱的旅行社拢无钱好赚就对了。好啦，这因为伊甲咱台湾一寡老的旅行社无成。